这把运气不错，拿到了前行狼，快进一下等待 CD。看到人了，直接刀。完了，被二号看到。哎，这么快的吗？好在有人拉铃了，这个六号也不知道什么鬼，拉完铃就在那放音乐，也不说话。但好在这一轮下来，没人能盘出个什么结果来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觉得我长得可爱的一号，请举手。第一轮因为六号一直放音乐，直接被票走了，一度还担心他是小丑。还不是小丑。前面有人在炫耀自己免费抽到的东西。我今天十抽就出了，这是免费出的，厉害吧？不管他，咱们狼人的目标就是刀人，想找个卡视角的地方，然后隐身去刀人。这人怎么不说？换个地方，他们抱团。队友拉雾了，准备动手。九号要去灭雾，那就不能对他客气。叫你起灭，好人都不敢来灭雾，那我们只好去看看他们在干嘛。来了来了，可惜师弟没有好，看着到嘴的猎物不能下手，真是着急啊！奇怪了，怎么没进来？我差点就要钻井道了，来了来了，还是先跑路吧。好人果然拉铃了，这轮好人没有逻辑，盘点不出什么花来。应该都是盘人头的。接下来就是猎杀时刻。门口有好多人，赶紧溜了。我都绕了一圈过来，这些人还傻站在大厅。起雾的时候，隐身狼刀人能更让人毫无防备。